我们在如来智慧门难解难入，那么我们已经少分的解释了唯佛能知、唯佛能解、唯佛能解门，就是如来的知见方便波罗蜜具足。我们也解释了如来以清净波罗蜜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那么这个清净呢，我们也说得很明白，包括菩萨的方便清净真实，以及如来一佛乘的方便清净真实，都各有发挥。但是如来的亲近一切诸佛，尽行诸佛难行之法，所以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那么有三个次第来说，第一个甚深未曾有法，以未曾有法，所以从无量义处初定以来就无问自说。以无问自说，所以成就甚深未曾有法。他就解释了为什么是二乘难知难解门，唯佛能知能解门。而这样的解释呢，我们会从我们的正中分开始，在方便品开始呢，一直到如来的受量品，加以衔接。那么，诸佛的智慧甚深难解门呢？我们不用望文生义，指的就是娑婆若海，指的就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法界体性智、大圆净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平等性智。那么这样的五智的娑婆若海呢，当然是二乘难解难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完了六种具足，也说明了如来开山显一的这个开展，从方便品来开展，就开山显一。总而言之呢，也就是开尽闲言，本即因果。本就是如来的法身，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机身。那开山显一呢，就是全十二智。全智就是开三个方便门，十智就是如来的一切种智。那么其实是同一个智慧，那这样的智慧门呢，造成了二乘难知难解门，是当然是有很多的因缘。那么除了性根清净的菩萨能知能解以外，其他的如来现在的各种弟子里面都是难知难解。乃至最后边身呢，也是难知难解，不能知少分。那这样是不是难信难解呢？的确是的。那我们从六种具足，以及方便
清净真实说了，我们就会知道的确是难解难入。由此可知呢，那么这一本是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是真实的。唯这样善根成熟的菩萨呢，才能知少分而得如来的佛知佛见。那么在上一段的时间，我们用菩萨的自然智以及菩萨的清净智呢，来解说了。而由于菩萨的自然智呢，无有交则而能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呢才会有六种具足。但是菩萨像这一个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他亲近了五十余位善知识，都跟善知识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不知如何行菩萨道。那么如来就根据呢菩萨既有自然智，而既然是所以菩萨无有交则而能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知如何行菩萨道，因此呢如来就开了三个到彼岸的门。这个三个到彼岸的门是表面说是三称，其实呢是方便如来知见方便波罗蜜，如来亲近具足波罗蜜，如来真实未曾有第一稀有难解波罗蜜，都在这个地方讲说。那么既然讲的叫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那么正是符合了这一个善财童子所说的，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不知如何行菩萨道。那么从佛为什么要讲他亲近百千万亿无量无边的诸佛，这个就是已经教菩萨怎么样去行菩萨道。当然了，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从这个方便度众生、亲近度众生、真实度众生、达到真正的彼岸呢，正在这个方便品里面方便的展开。而这个方便的展开呢，就说这三层是方便，不是真实的，唯有一佛层。那么往昔跟你们说的这个三层现在告诉您，这个是方便。那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就是唯一佛乘，就是萨婆若海一切种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讲如何开示悟入如来之见。既然开示悟入如来这个之见呢，那菩萨道就会用方便具足、清净具足、真实具足，特别是清净具足，会从清净法开始，成为一佛乘的法师。那么既能亲近一切诸法，就能亲近诸佛。比如说前面说的白法明门，那么既修白法明门，就是亲近白法明门。那么由白法明门的这个众因、相因、德因、德果，因相果有三个阶段，由白法明门开始。那么因就是白法明门的学习，就像学佛。再来就是白法明门的行持，就像菩萨行道。
那得国的时候就得白法名门之国。怎么样子得白法名门呢？就亲见如来做百叶莲花，为诸菩萨开示方便波罗蜜，开示清净波罗蜜，开示真实究竟波罗蜜。到亲近千法名门，亲近万法名门，从学习万法名门，那行万法名门，国现前万法名门。当国现前万法名门，就亲见呢如来做万叶莲花。那你想是要亲近诸法呢，还是先亲近诸佛呢？没那么容易，要先亲近百法名门、千法名门、万法名门，才得亲近诸佛做百叶莲花、千叶莲花、万叶莲花、百千万亿莲花王。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他是真实波罗蜜，亲近诸佛。所以亲近百法名门、亲近万法名门、百千万亿法名门，就是亲近做百千万亿莲花王上面的佛，就是亲近诸佛。可见它是难行能行，难结能结，难入能入。由此可见为什么善财童子要这么的谦虚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不知如何行菩萨道，请善知识为我开示。那么善知识为我开示，当时百法名门、百千万亿法名门，那么就能够进行难行能行，进行一切诸佛难行之道。那么如来在法华会上为诸菩萨这样的开示呢，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也是如此。怎么知道佛所护念呢？就当实行万法名门，亲见如来做万叶莲花，那么就从学万法名门、行万法名门、果得万法名门，当果得万法名门，亲见如来做万叶莲花。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如来护念，是教菩萨法，真的如来护念。要是没有如来护念，那万法名门不能从学万法名门、行万法名、果得万法名门而亲见做万亿莲花果。那这样佛的功德的伟大事业呢，说不能尽。那么请问法华会上的八万个菩萨，佛都是这样的度来的吗？然后法华会上现在在场的八万个菩萨，都是亲近先亲近这个万法名门，然后见佛做万叶莲花，要亲近百千万亿法名门，然后见佛做一百千万亿莲花王上亲见诸佛吗？的确如此。这样的难解难入啊，是二乘所不能知，二乘所不能解，二乘所不能入。所以本经的方便品一开始不找别人，先找智慧第一舍利弗，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当然如来的心中别有所负，别有所亲，别有所念。也不是说不是因为特别对舍利弗好而知道
他是当机者。当机者就是这一些一万两千声闻而为上首，与上首呢得甚深的智慧门。这个是甚深智慧门，也早于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以行菩萨之道呢两万世。那这样的当机是想当然而的事情。所以呢，虽然这个地方从方便品就开了这样子的说，这个恶乘难知难解我已亲近诸佛我呢进行诸佛一切难行之道，接着下来就是随以所说意气难解。那意气难解就告诉他们，意气跟言语巧妙呢，随以所说就是如来的语言的巧妙，意气难解的其这个其理焉深，就是理呢，理体本身是焉深不可思议的，这个理体本身就是方便品所说的诸法从本来常是寂昧相，就是它指的就是这一个寂昧的本体，就是理。那么法华之所以有三乘教一佛乘教，就是根据这个甚深理，一佛乘理才有一佛乘教，所以才会有这个全十二字开三个方便显一真实，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得全十二种智慧。这个呢叫开般若门，般若门就是如来智慧。开尽显眼，就是本机因果，本机因果就显示的法身障，全十二字就是般若障，就这个如来的三德密藏其中的两个藏。现在法华会上一毛孔放光，就是如来的法身藏。那么如来的广演言教呢，语言巧妙，其意深远，其意深远这是个理呢，理的本体呢是就是这个寂昧本体，是不可思议的。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典所说的就是这个寂灭的本体。至于说它为什么才是诸佛这个五智萨婆若海的根本呢，造成了这样的难解难入，是必须要菩萨从百千万亿法明门慢慢得入进行诸佛无量的道法，才会慢慢获得了解。但是上根器的菩萨是不然，以一刹那间呢，由于自然智的关系，就知道呢，法身的本体是菩萨的法身慧命。前面已经说了，地水火风空就是空王。那四见觉就是法王。那么总共地水火风空的五大，以及四见觉的六七八大，法界的八大的本体就是法身。而这个法身菩萨无有骄责而能发这样的菩提心，知见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这样的法身本体。那平时呢，在三乘教里面都被反复于相分而不能显现性分，那所见的为
教法教相，而不知道教理的所由。那教理就是法身本体，这寂灭寂灭的本体，所以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佛之行道矣，来世得作佛。那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先说了，地水火风为空王，四见觉为法王，所以八大合起来叫法中之王。那么菩萨先得这样的如来之见方便波罗蜜呢，才能够发起整个法华的命脉。虽说已经前面讲了这个依佛成的，就像刚才说的，开全十二字为如来的波若僧，那又说了这个本基因果，开尽显缘，缘就是放一毛孔光，其实远至威音王如来，中间呢空王如来，最近呢就是两万尊日月灯明佛，都是同样这一个一毛孔放光的这个法身，其命久远，历经三千成点劫，五百成点劫，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如来的寿命。好，那现在要讲的更重要的药中之药呢，就已经如来开了法身藏，又开了般若藏，现在要说的就是如来在方便品里面已说、今说、当说，三个说呢都说在方便品里面。已说呢就是智慧难解难入，如来亲近诸佛呢成就一切，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这个就是已说今说。什么意思呢？已说就是600卷的大般若经。那大般若经呢为这个熟书，那法华呢从熟书里面呢变成醍醐，就是经说。已说经说正是方便品的无问智说，所以经说。那当说呢就是法华经的妙义啊，经过50小节已经说完，就要说，就当说就是会了。法华经说完了，当说指的就是大波涅盘，受记弥勒菩萨成未来佛以后呢，一天一夜就入涅盘，所以法华经具足了已说、今说、当说。那已说是600卷大般若经吗？不是，那是经典，那甚深法呢是如来的一切种子的萨般若来的大圆净智与法界听智都在般若经里面说，所以般若经这600卷的般若藏没有错，那总名应该是一切种子萨般若，所以叫已说，因为已经说了熟书，现在经说妙法莲花叫做经说，经说就是现在啊，现在开口了一开口就是未曾有法，所以把这个门呢叫做圆妙无尽门，